今天终于轮到编辑超大牛肝菌了。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简单吗？过了，我们还有超大鸡油菌。啊，完全没有啊！天哪，这就放下了。哇，快来看！不好意思，喊的有点大声。大牛肝菌的发现过程就不重复了，大家之前的评论我大概看了下，主要的几个问题我统一回复下。这家伙的学名叫美味牛肝菌，感兴趣的自行百度下。不是毒蘑菇，更不是中原喇叭。牛肝菌大并不稀奇，但这么大的牛肝菌一般已经被虫子吃差不多了。那这样是好的。划重点，所以它难得的是因为基本没有虫。好了，把它留在车里吧，不然拿着挺重的。看看看，看到没？我一看到两个牛肝菌，美味牛肝菌，看到没？哎呦，你们这眼神真的是往前走。哦，真的。你们俩眼神不行啊！哇塞，哇，别说话，别说话啊！哇塞，进来就两个。哎呀，这里面有虫了，啊，而且还有大虫。哟，但是后面没虫了。你再抛开一点看看有没有。没什么虫了，是吧？哇，这个好好。头。底下这里有虫。哎呀，都是虫，这个我来给它抛开啊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个不要了。我又看到一个。你又看到。前面，往前走，就那么明显。哦。这么明显。又两个，哎呀，这两个也是太大了啊！这个森林里居然有牛肝菌，不要说话啊，开始拔了。这里的蚊子喜欢往鼻子里面钻，啊，都是虫。哦，这上面是好的，来打开来看。怎么要吗？这个虫在这，我把这个袋子拿走。没有，稍微有一点。把这个盖子掀开看看。哎呀，还好还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不行，这个、肯定不行了。嗯，晚来了一步。嗯，上面好像还行。切开来看看。哎，这一块还行，这可以。嗯，把这个海绵，而且海绵怎么不太好拿，先带回去吧。把这个有虫子，这个拿走，你看这个还行。嗯，啊，你看这里有一个，看一看吧。这个肯定太老了，估计。咦，哎，这个，这个太老了，这个虽然说这个盖子还行，但是感觉没有多少肉。这有个小的，这个好小好小，我没有知道那是鸡油。哎，这个可能不是黑了咕大鸡，还是另外一种。这种是吗？是这种不是？这个是吧？可能是就是它有分几种那个美味牛肝菌，它是可能其中一种。这个太小了。哦，这个我居然没有发现。哎呦，大鸡是差一个洞。这个挺大的，这两个也一起踩了吧。视频了，来不及编辑。看看那个，你脚底下，然后这边，然后这里还有几个。我刚才走过没发现都。对，我在觉得你怎么把这么大的错误？对，一直在看远处。啊，这里也有个，这个我没发现。我发现了。行。你看那边还有，哇，这个看。这个地窑是你们怎么错过？对，你去转一转旁边有没有蘑菇。它长出来就是两三天的事，一个晚上。哎呦，上次上个礼拜今天的今天我们过来一个礼拜没来，一个礼拜没来长出来，中间肯定还会有人也来采过。对的，这里还有两片啊。
也想跟你说留着吧，下个礼拜再来。下礼拜找不着了，小区在这。蚊子到我鼻孔里。是的，这边的蚊子容易钻鼻孔。哇塞，这里。脚底下，脚底下，拉拉拉拉拉！不是树叶，你看这，哇，这个大了，这个大了！哎呀，这个被谁踩烂了？哇，这个可以，你来清理吧。哦，要么这里有一个。哦，那个。对，那，你给爸爸去。哇，我们一个人踩一个人。一边踩一边拍，一个人削吧，这样比较快。就是这一片沼泽很热，去年这里干的什么都没有，今年长了那么多草。嗯、怎么了？喂，是谁呀、啊？啊，这里应该能走下去。就在这一块，不得不下去了，因为我还看到一个牛肝菌。那个是吧？你们当心啊，慢点。看，这么好。这里有一个蜗牛型鼻涕虫，小虫子先赶走。哇，好好，哇，这个太好了，哇，这个真好，又大又好，哇，这个不错。我现在好激动呀，不知道那棵树还有没有了。我已经找到那棵树了，就是这棵树。哎，貌似没有动静啊。啊，完全没有啊！天哪，这是这个方向！我的天哪，是这个方向！哇，快来看！淡定，淡定，你不当心，当心那里就有，当心踩到，是这个。快点，是这个方向。等会，让我淡定一下。然后我们是从那个方向过来，以前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。然后这里旁边还有啊，还有一棵树下也有，是在。妈妈终于找到了。去年是在哪？那这你看，这也是刚刚出来的，但今年这里不多。开始踩吧，开始踩吧，是围着这个树转一圈看看。哎，不看见我怎么。好了，你们在旁边等着啊。你看这个框框这边也有哎。哎，刚才我自己点了。哎呀，这个已经烂了，因为这里比较湿，可以吗？开门大吉。哇，好像还没长大。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它已经长得很大了，这次还没长大，但是不踩可能下次不是我的了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哇塞。这个都烂了，这个半个烂了，啊，好可怜。烂了不愿意。哦，没事。出来给你，踩快一点啊！往到外面去一点，我得快点踩了。不能不踩了，都已经烂了。哇，看看这些，起点就比其他的酒精要高。不知道是热的汗水还是激动的汗水，我脸上糊满了汗水。哇，看这里面装了三分之一筐，你看这里下面还有呢，这也有。